明知港官做事假大空，忘记咗本身义务，最叻办公，埋头在吞破发梦，不思长进，急民所急，根本就是发噏疯，全部都怕难怕倦打份工，唔见咗服务初心，只识呃钟，简单如交个牌费六粒钟，讲到跟进，督报局长杳无音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东网视频，我是先迪。港产官僚以出粮为目标，对于做事就嘴藐藐，近日又有一大抽例子了。审计署发表第77号报告书，水务署、路政署、运输署、劳工署、机电署、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全部榜上有名，足以证明港产公务员十居其九都是敷衍塞责，搣唔甩虚造、假度、虚应的劣根性。而所谓的司长、局长，亦是懒监懒管、胡温刀一、尸位素餐的代名词。审计署批评水务署管理不善，咸水管经常爆裂，导致水长流，三个水掣需时由两粒几钟，去到最离谱的例子，49日都够胆死。有爆喉搞了超过6年都未解决，如果80日可以环游世界，用49日先删到个水掣，究竟个掣是在地球最末端，定是海洋的最深深处？抑或水务署班友眼见疫情关系，不少父母想送仔女去外国升学，最终因为外国疫情反复而却步。水务署出于为民服务那份初心，想市民留港都可以浸咸水咁解啫，咁啊 ？OK， 姑且就当水无形而有万形，似水和佢话佢难以捉摸，咁修路工程易 handle 啦啩？审计署踢爆路政署每年耗资超过1亿元公帑保养及维修公共行人路，之但系咧。审计署审视自2015年去到去年，当中20个核准预算为300万元或以上的行人路修复项目，发现只有6个项目已经完成，其余14个仲未完工。而不是他的风格，计错数是他的主题曲。即使在已完成的项目里面，有4个延迟完工1至12个月不等，平均迟你6个月，费用预算更加是错得离谱，幅度介乎27%至200%。错到咁离谱，如果话呢班人做预算是有计过度过的，反而是羞辱紧佢哋。不如你下次直接乱噏算啦，悭翻啲时间。个工程话唔定唔使迟成6个月呢。Well， 你话整水管修路啲嘢，户外啊，好天晒，落雨淋，好多嘢好难掌握，出现延误可以怪个天。咁运输署又喺度运紧乜嘢吉呢？有留意新闻嘅都知啦，上个礼拜四，政府防疫辣椒作首阶段放宽。同日，食肆晚市重现翻久违咗嘅堂食人流，但戏院入座率只系一般。不过讲到全港最客似云来嘅地方，真系讲你都唔信，竟然系运输署辖下多个牌照办事处。运输署之前以疫情为由叫停咗多项服务，市民几唔容易等到一班大哥终于舍得翻出嚟都。用下个膝头哥想下都知道，一定会爆多人啦。果然啦，报道话前嚟办理牌照事务的市民排晒长龙，打晒蛇饼，排到出办事处出面。有网民分享照片，办事处贴出告示，指车辆牌照的即时柜位排队轮候时间预计要360分钟，即是要市民送等6粒钟。这些对造成人群聚集、增加播疫可能，是不是构成抗疫风险啊？
審計署都睇唔過眼，路批牌照事務處欠缺效率，人手安排亦都無厘頭。事關2019年至2021年疫情期間，牌照事務處人手增加約2.5倍，去到358人，主要負責櫃台以外的申請。但期內處理事務呢，竟然由3,680,000宗減至不足3,040,000宗。唔知呢壇嘢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係咪睇報道自知呢？在網上服務早已經頗為完善的今日，運輸署仍然要大量市民實地排隊，做嘢手腳慢，冇速度，唔夠快都唔再講啦。就連提升服務市民的 heart 都被狗擔走埋。審計報告指出，運輸署曾經在2015-16年在香港牌照事務處試驗派籌代替排隊的可能性，市民反應是正面的，但運輸署竟然認為派籌制度複雜，決定不搞。出糧更複雜，又要打保或者封 banking， check 下是否真的過了數，都真的過了數了，又要按錢或者將家用屋租轉數快，這麼死麻煩複雜，不如從今起不要出糧一笨。成班住米大蟲又不想下自己收緊咩人馬，要你做簡單嘢，出最低工資俾你得啦。咧唔踢唔喐嘅運輸署，尋日終於肯面對現實啦，話5月會喺4個牌照事務處試行駕駛執照續牌派籌服務，仲計劃推出行車證全面電子化，令行車證可以由每年續牌延至每3至5年接續一次，希望明年就可以推行。咁話咪係咯，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。過去公務員自稱無求，唔止個膽自大，個人都好自大。但係嚟緊係以結果為目標，以出糧為目標嗰支歌就快冇氣唱啦。淨係識做簡單工作嘅公務員，翻出去私人市場，基於工作態度真係太差，連喺連鎖快餐店執台都未必有人請，到時都唔使飲完水。不過可能就要拿份積蓄出來撕掉鹽水了。說到超曬時，都未數到勞工處、機電處、康文處的敷衍塞責嘢，但港產公務員做嘢假大空、自叻辦公和發夢是會講得曬的咩？除了少數真的有拿個心出來盡心盡力服務市民的公務員之外，其餘一大產嫌煩懶做的公務員通通都是不知道是否跟審計署有仇，不給事審計署、申訴專員公署做，還硬是不安樂的款。好了，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什麼看法？是 like 假叉還是吃花生呢？投票告訴我們，多謝收看。